妈，今天你吃大份的，我吃小份就行。嗯，拉倒吧，然后当猪啊，吃这么多，这我特意准备惊喜啊，准备惊喜。哎，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都有梦啊，一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妈真香，哎呀，老爸，你确定不吃大份的吧？这也不辣呀，儿子，你是放半毛料啊？那我按我自己口味调的呀。哎呦，你放这么多啊？哎，这才好。哎，你我鸡面越辣越好吃呀。鸡蛋，我就说你在坑我。嗯，哟哟，你哥，这小子心眼可真多。嗯，妈真香，哎呀，这火鸡面香香辣辣的，可真好吃。咋样，我买的火面好吃吧？嗯。好吃，家人们，我们这次囤这个火鸡面啊，真是相当的哇塞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吧，到手啊整整八包啊，才只要9.9元，和这一袋合下来啊，才1块多1点啊，而且啊，人家这个面条啊，你看看，哇，是这种韩式的粗拉面啊，辣中啊带着一丝丝的甜，特别的好吃啊，东西给你放在下面小车了，喜欢的啊，囤一袋尝一尝啊。老哇塞了，哇，吃完了啊？哎呀，吃完了。哎呀，吃完了，我可吃了。哎呀，你们好吃，你不要。哎呀，咱不是儿子，都不行。今天儿子吃好吃的，儿子你们吃火锅吧。嗯。儿子，我再请你做两个菜。我妈还是对我，还是我亲妈妈。先来一串。啊？这串怎么是空的？什么也没有啊？儿子，全都是空的。都是空的呀，让他吃空气去吧，我来吃自热火锅。那不给我吃火锅，管他呢，我就要吃好了。刚才还说妈对你好呢，现在又来抢我的火锅吃，一天天就知道欺负我。还挺辣呀。是啊，这是正宗的牛油锅底，当然辣了。你也吃不了，你再给我点呗，一起吃。真不想搭理他，这川粉也太香了。给你吧。烦死了，一天天的。小气。这辣太上头了，越吃越上瘾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里面蔬菜川粉都是自带的，看着他吃的可真香啊，就知道自己吃。嗯，给我吃口粉呗，我可乐意吃他这个粉了。嗯，麦片粉 QQ 啥的真好吃。妈，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啊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啊自带川粉包和蔬菜包，这样一盒啊在外面要15到20元，今天在我这儿我给你2盒，再加2盒，再加3盒，一共到手啊是39.9元，合着一盒啊只要5.7元，真的特别划算啊，你囤在家里啊，囤在办公室里啊都是可以的，吃完之后啊也不用刷锅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方便啊，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的话多去囤几单吧。5.7元一盒确实很划算。儿子，你咋吃火锅了呢？我给你好吃的咋不吃呢？啥好吃的呀，啥也没有，你看看啊，手机。吃饭了吗？吃饭了。来了。妈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确定准备好了？确定准备好了。吃个饭准备啥呀？一会儿选一选呗。啊。那我就选这个吧，小巧玲珑的吧。你别后悔。我不后悔。哎呀。你咋有鸡蛋呢？妈给我煮的呀。哎，妈，来一个。我不吃，儿子。那行吧，那我吃。计划得逞。嗯。嗯，
他可真能吃，七个鸡蛋都让他吃了。好吃。妈，你把咱那五鸡爪拿来。吃点我前几天囤的五谷鸡爪。先用汤泡点黄瓜，这个汤酸酸辣辣的，泡黄瓜真的很好吃。你吃这个。可真讨厌，刚才把鸡蛋吃了都没给我，现在又来吃我的鸡爪子。这鸡爪子不错了吗？好吃，个头还大。配着小面条绝了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五谷鸡爪，不仅好吃，而且啊还干净卫生。你看啊，每一个个头都很大，没有边角废料，吃到嘴里呢是 QQ 弹弹的，还没有腥味儿。到手啊是这样的，两斤装啊，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儿子，你吃饱了吗？没有呢。他还有这么多呢，他怎么能吃饱呢？妈，咱俩再吃一会儿鸡爪子吧。嗯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哎，你说这儿快吃饱了，你吃这个。妈，这里只煮鸡蛋了，不是鸡蛋，好吃的。真的吗？嗯。是。小坏蛋！